段洗脑的旋律因偶像练习生的爆红曾火极一时，那么其中的 pick 是什么意思呢？所长来告诉你，pick 意思为挑选、选择。该词走红于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《偶像练习生》。该节目的基本模式是在100名练习生当中，由全民票选出最终优胜9人，组成全新偶像男团出道，打造全新的中国制造全民男团。其中的票选就称之为 pick， 你 pick 谁就是支持谁、喜欢谁的意思。该词因此在饭圈中开始流行起来，可以说是继打扣梗之后的又一热门饭圈术语。其实该词原本是韩国饭圈的常用语，出自韩国选秀节目 Produce 101。 该节目大火的时候，网上也流传着你 pick 的男孩出道了吗、国民 pick 等词。